Back, Connor. Jet, jet, jet down. Ready, fight.好，现在已经进入到了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八人战的半决赛了啊！这是赵重阳对阵王俊玉。是。我们知道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赵重阳是在第一回合40秒啊，用了40秒两次 KO 的，迅速解决战斗。对，两次给了这个李元坤的独秒，然后终结比赛。王俊玉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是和杨华打了三个回合的比拼。但是在第二回合给了对方一个独秒，对，所以可以从八进四的这个比赛中可以看出两个人的状态都不错，是都不错，尤其是赵重阳的这个状态非常好。我们看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其实在比赛之前，全民朋友对这个赵重阳的呼声还是比较高的，是大家都觉得就像在这个八进四被他准备的一样，对，就大家留言都说，哎，这条金腰带就为赵重阳准备了。对，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能够进入半决赛的都不简单，都是有两下子的啊。反正赢，我觉得都不可能会特别轻松的能够赢得了。横扫，这八人赛的这个残酷性在于，一个晚上要打，获得冠军至少要打3场比赛，所以这个是残酷性，在于他这个在比赛中间你要赢，而且不能受太重的伤，因为你紧接着还要打下一场比赛，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残酷的啊，不光光是对于技术的一种考验，对于体能还有意志力的一种考验。两个人现在应该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锋，然后还在找这种比赛的感觉。哎，今天上来能够感觉到赵重阳的这个前四拳用的哎不错啊，啊，就是前四拳非常阻碍这个阿玉的这种进攻啊。好的，前面全员命中。一晃就有变动了，不要老是打后拳。虚晃一下。一晃出。没有距离，再控制一下。好，上了一个大步来了个，哎，好的，屈臂防守。这个时候，阿玉的连续进攻。啊，没有距离。但是不要着急。没有距离，但是不能着急。能不能打穿？赵重阳的反击。哦，这个两个人互换，踢到支撑腿了。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双方虽然是在试探的过程当中，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单纯的试探。对，啊，看到机会了，都有这个能力连续的主动进攻。而且他们两个人的拳法都非常的，是在上一轮晋级的这个都是重击了对方。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我觉得还是有这种 KO 对方的这种可能性的啊，是存在的。第二回合，我觉得赵重阳的这个优势在于，他之前打超级王者赛是在63这个公斤级去试了一下水啊，对，然后感受了一下63公斤级的力量，但是今天呢又回到了这个60公斤级这个级别，比较擅长的，第一个比较擅长，第二个就是他的力量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再加上上一轮的比赛晋级是比较轻松的，而且第一回合40多秒就 KO 了对方。阿玉呢是经过了这个3个回合的苦战，才晋级到这个半决赛的，所以从体能上来说，赵重阳是有优势的。好，两个人互换，整张腿控制一下，下劈腿要做吗？不是他的擅长的动作。
但今天阿玉是什么动作都用了。对，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嘛，就是有距离什么动作都要用。对，他今天他的胆子要大一些。对，在这个半决赛当中，王俊玉是这个积极主动进攻的哈，是，而这个赵重阳呢是在进行这个防守反击。是。吉夫有了，哦呦，这个提膝，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赵重阳的这个肌肉的维度要比王俊玉要稍微好一些。是，哎，好的，哦呦，这个呼出拳直接命中了，挺重的，对。哎，希望阿玉不要被这一记重拳影响到。对，嗯，还是要快速的恢复起来。这个对方的直接的后击拳，还是赵重阳还是非常快啊，直接的塞进去了，阿玉根本就没有过太多的反应。所以两人的这个节奏慢了下来了，速度好像也慢了啊。这是第二个回合，这是第二回合，对。好的，两人怼啊，怼到腿了，这时候就看谁的毅力更好一些。侧闪前摆拳，这时候中扫是可以的，直接塞后手低扫。赵春阳今天的防守还是比较严谨的啊，对，你看这个阿玉其实有打这个后击拳非常重，但是打不开对方的这种防守。是，他一直在躲闪，非常漂亮，在这个走这个防守反击的路线。阿玉还是要再稳一些，再稳一些，就是这一段觉得他动作的质量下降了一些。质量下降，第一个就是他打拳可能没有可以去带一下，中扫或者低扫，带一些动作。好的，对方提膝的防守非常的好。好，第二回合结束。哎呀，的确，这个一晚要进行这个三轮比赛哈，太残酷了。我们看第二回合的中间段，其实两位的体能都有所下降。但是我觉得好就好在赵重阳他的体能在上一轮比赛其实并没有浪费多少。对，只用了40秒的时间。是，所以我们明显能够看得到阿玉其实在这一回合、第二回合当中有一些体能上面的这个劣势了。我们能够看到，哦，就是这个后摆拳。又是一个。好，第三回合的比赛，这是 WIF 60公斤级国家级锦标赛8人战的半决赛，赵重阳对阵王俊玉，两强相遇，勇者胜啊！这是一场非常惨烈的一场比拼，那谁能够最后获得这条决赛的入场券，就要看这一回合了。好，躲得非常漂亮。好的，中扫。哎呦，这是一个迎击，把重心给丢了，没问题，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对，赵重阳今天打得比较稳啊，因为他有力量和拳法上面的这个优势。对，并不是着急。哦，这个赵春阳这个蓄力了，然后来一组连续的进攻啊。是，那赵春阳今天从头到尾这个这场比赛的防守做得非常的严密，是稳扎稳打。他可能知道这个要对阵阿玉这样的一个反架的这样的一个拳法，要做好防守。而且王俊玉他比较有冲劲儿。是，
这个后置拳又塞中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赵成阳越打越顺了啊，这个时候是，所以今天的这个赵成阳防守端做的是非常好，对，尤其是区避防守，对，就是 不太轻易让对方去把他的防守打穿，所以能感觉到赵成阳对这条金腰带的这个渴望，是他真的是有备而来。哎，跳膝没有距离，重新在前摆圈，一副，好的，后置拳又塞中，哦，这个反击漂亮，阿宇示意一下，示意没事儿，对，没事，要给对方更多的压力，中扫，对，然后还有十秒。好，阿宇加，这个时候，好，没有时间了。两个人表现的都非常不错，尤其是、很漂亮的一场比赛。尤其是阿宇，我觉得在前一段时间他的状态其实并不好。对，其实，在接到这样的一个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比赛的邀请的时候，他其实也在考虑自己要不要打。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打，再拼一下，所以他的努力，最近一段时间的努力，真的在这两场比赛中能够体现出来，其实有进步，大家看到他其实是有进步的。对，我觉得他是有进步的。因为能够感受到他的心理的压力就在于在年龄上，在这个级别是不占优势的。是，而且今年的两场比赛呢，阿宇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肯定是要把握住的，对，要把握住机会的。对。好，我们看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好，这是60公斤级首场半决赛，两个人在争夺一张进入决赛的入场券。我觉得在宣布比赛结果之前，我建议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把掌声呐喊声送给两位年轻人，好吗？这是第二场，无论谁赢还要面临接下来的决赛，这个魔鬼八人战真的是很不好打。我们来看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7，二号裁判30比27，三号裁判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Good corner.